还没有有这么好的音乐家跟我一起同工，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啊！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我姓黄，又在药学院教书，所以有人叫我黄药师。我的武功不好哈，比他差多了。可是呢，这个两年前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姓欧阳的姐妹，所以我就对她非常提防哈，搞不好是欧阳锋的什么人。那么我是在北卡大学教书，你们可能不知道北卡大学，在美国的大学有很多的排名哈，其中有一种排名，我们大学是排名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的毕业生毕业找到工作，拿到了工资平均最高的那个大学。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的大学那一年乔丹毕业。乔丹是我们的杰出校友，但是他读到三年级就被这个职业篮球队征召，他就去打职业篮球队，他没毕业，但是呢他决心要把这个学位读完，所以他每一年暑假的时候 NBA 不打球的时候，他就回来修学分，因为暑假的课开的比较少，所以他修了好多年才把这个学位修完了。等他毕业的那一年，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哈，所以一平均我们学校第一名。就那么一次啊。今天晚上我不是来跟大家讲篮球的，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有关创造和进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深深地困扰我。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我37岁才信耶稣。我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学的副教授。所以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话，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所以我今天呢，就基本上面把我过去的这一段挣扎的经验啊，跟大家来分享。那你看，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创造是不是有道理？那么我今天晚上主要跟大家是来讲科学的，不是讲神学。如果你是想来听神学的话，那就非常抱歉，要让你失望了啊！今天晚上是讲科学。那么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创造论。我们从一个论点来看，那么我把它说是另类的学说，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啊。那么这个创造论呢，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的时候，就在一个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圣经。因为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一天到晚就希望发表这个论文呢、要发表这个档次要很高的哈，对。那么这个档次高低呢，有一种排名的方法，叫做影响因子哈。这个影响因子呢，基本上面就是看你这个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有多少，引用的次数越多，影响因子也就越高。那么我想全世界影响因子最高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了，因为被人家引用的次数是最多的。那么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是好多本书集合起来的。那么这个其中的最头的一本书叫做创世纪，你如果打开圣经从前面一翻开来就是创世纪，然后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就是上帝怎么样子创造我们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面的所有的生物包括我们人在内。所以可见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他的创造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多么的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比我们所熟悉的进化论呢，要早了3500年，
所以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一篇论文。那么基本上被现代的人类所忽略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过去的事情，这是不能相信，今天呢只能相信进化论。那么是不是合乎现代的科学知识呢？还是只能像我们基督徒凭信心来接受它？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那么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第二章描写了上帝的创造。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第一章第二章之前，我们需要先掌握两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呢，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个地球以及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那么天这个字呢，可以是24小时的一天，在希伯来文里面天这个字也可以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当这个字翻译成中文叫做天，我们中文里面用天这个字只有24小时一个意思，没有这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意思。英文也一样， day day 这个字也是一样，只有24小时的意思，没有很长的段时间。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啊，这个创世纪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里面可以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这个六天是代表六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把它叫做六个阶段。这一天到底有多长呢？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我这里必须要强调啊，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看法，有些基督徒他们就认为6个24小时的天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好，第二个要诀呢，是上帝启示人是要人呢、站在人的地位来了解他的创造。那么我们人是活在地球表面的，所以有的时候讲到这一天创造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无法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想象当时如果地球的表面上有人的话，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了，因为人是第六天的最后才创造的，所以在这个之前是没有人的。但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想象力，当时如果地球表面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现象啊？这样子来了解，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上帝的启示了。好，我们现在一天一天来看啊。先讲的第一天，圣经上面说上帝刚刚创造地球的时候，它的光景是这样，说是地球上面有光有水。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有8个字啊，非常难了解，说是地球那个时候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刚刚从太阳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应该是亮晶晶的，怎么会渊面黑暗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那个两个要诀里面的第二个要诀，那就是什么呢？当然那个时候地球表面没有人，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有人的话，那个人会观察到什么？我们想想看，地球的表面那个时候一定温度非常的高，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有水的关系，所以这个水啊完全是水蒸气的这种成分，这种形态围绕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地球的表面基本上是很厚很浓的雾。那个雾浓到什么程度呢？外面的太阳光不能够照到地球的表面，如果地球表面有人的话，它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它就算能看到一点东西的话，基本上也是模模糊糊空虚混沌。所以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描写当时的地球的表面的光景，不是从外面看，外面看可能是像个火球一样。好的，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在搬到北卡之前，我是在美国的北边一个州叫做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州是一个山地，我住的那个城市叫做匹兹堡，匹兹堡是个山城啊，哇，高高低低的。有一次我带国外里面来的朋友到我们匹兹堡的一个博物馆去参观，我很惊讶地发现它里
们说，说你不要看我们宾夕法尼亚州啊，到处都是山，匹兹堡到处都是山，但是在很久以前，我们整个宾夕法尼亚州，包括匹兹堡在内，都是在水底下，而且在水底下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他列举一下各样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多不得了。心里面想，哇，匹兹堡这么高，这么多的山，以前在水底下，而且时间是很长的时间在水底下，不是一天两天的。哎呀，我说这种事情，我们现在科学发达，我们知道，因为它有很多的证据，对不对？心想，摩西怎么知道的？不要忘记了，这摩西是3600年前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科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精确的仪器啊，去研究都没有啊。这摩西怎么这么聪明，他就知道？好，我们看第三点，第三个阶段，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呢，在第三天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最后的时候，末期的时候，哎。有食物出现了，这个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出现，是最早是食物出现。好，那为什么水面会下降，陆地会升高呢？啊，基本上我们今天知道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球更加的冷却，有大量的水结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所以呢，别的地方水面就下降。今天呢，不是有地球暖化吗？对不对？你说，你知道还没有暖很多，是暖了一个摄氏度啊！啊，这是平均起来啊，哇，就好多好多的北极的冰都融化掉。我不晓得你这边南半球的南极情形，我不知道啊。我们比较关心北半球的。哇，好多的冰就融化，水面升高。我听说在印度洋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马尔代夫，说有人估计啊，到了20年。30年以后，这个国家就不见了。水要升高，要把整个这个国家给覆盖。哇，我心里想，这怎么得了？我说我是马尔代夫人的话，我一定气得不得了。这又不是我们这个负的责任，都是这个别的国家产生很多的碳，对不对啊？二氧化碳。那么这个产生二氧化碳最多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可是这个马尔代夫就非常倒霉。有人还估计说是如果这个地球暖化的这个局势啊，如果不减缓的话，继续这样很快的暖化下去的话，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到末期的时候，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陆地都会被重新被水覆盖。这个有人还估计啊，说是台北市那个时候啊，唯一能够浮在水面上面看得到的就是那个101高楼。你知道台北那个101高楼在2年以前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很高很高，别的楼都看不见，就有一个楼看见。那么假如水面这样涨上来的话，我看你们墨尔本大概也不见了，因为你们就在海边嘛。哇，这不得了，所以要减碳。对，所以我们家呢就开了一个牛电火格车啊，这个希望能够减少这个产生这二氧化碳，这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地球冷却，所以大量的水啊变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那其他地方水面下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地球的陆地的板块移动挤压形成的高山。你不要看那个喜马拉雅山啊那么高，其实在地球的历史上面它是比较年轻的，最早的地球是没有高山的啊，这个今天地质学家都完全给你有各种不同的证据啊。所以这段期间可能有很多的造山运动啊，还有这个大陆的板块形成，可能澳洲不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啊，这我不知道啊，不晓得这个细节怎么样，不知道。那么但是呢，天空仍然有厚的云啊，已经有足够的光线可以通过，可以攻击那个时候的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这个在圣经上面讲到的这个植物啊，在第三个阶段的植物一定是相当高等的植物。植物里面有低等的叫裸子植物，高等的叫被子植物。被子植物是结种子的，有种子啊。
那么圣经上讲的是高等的被子已经出来了，那这边讲我子从什么时候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各位哈，我要提醒各位，圣经到底不是一本科学书，所以它没有好像这个啊、什么样最低的那个生物啊什么时候出来啊，它一个跟你列举，不是这样，它只是提纲挈领的告诉上帝，告诉摩西啊，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是地方出来的啊。那么讲到这个植物的子，提到高等的被子者。好了，到了第四天，这个第四天是最难懂的一天，因为圣经这样说，他说上帝啊，在这个第四天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啊，照了一个大光管白昼，就是我们今天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呢再照小光管夜晚，就是月亮，最后照了星星。哇，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大学的本科是学物理的，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了一个天体物理学，我的老师跟我讲，他说如果在夏天的晚上那个天空晴朗的话，你看到好多的星星，这个星星当中有很多是所谓的叫 permanent stars， 就是恒星，他说这些恒星啊，它的年代比太阳还老。我心里想，我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然后才有星星？我说这是 nonsense， 这是胡说八道，我就把这本圣经丢开了。我那一年20岁，我37岁的信耶稣，就是因为读不懂这段圣经的，晚信耶稣17年。那这段圣经怎么了解的呢？其实啊，上帝早就已经把这些天体都造完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运用我们刚才要了解这段圣经的第二个原则，再一次使用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还没有人啊，因为人是在第六天最后才造的，所以第四天还没有人，但如果当时有人的话，他这个人在地球的表面抬头一看会看到什么？在第四天开始的时候，第三天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天上仍然有厚云，什么都看不见，没有什么大光体啊。虽然已经有一些光可以透过来，让植物行光合作用，但基本上天天都是阴天，看不见大光体。但是在第四天的时候呢，慢慢的天气晴朗了，云越来越稀薄。还没有完全清朗，可以看到第一个大光，就是管白天的，那个是太阳。再清朗一点，第二个大光可以看到，是晚上的月亮。要非常清朗了，才能看到星星了。所以，天空这些太阳、月亮跟星星出现的次序，不是它们被照的次序，乃是天空清朗的次序。懂吗？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晓得这样子，很多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都非常的模糊啊，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从此因为有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所以才有了气候的变化，在这之前没有很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整个的地球像一个温室一样，就 greenhouse 是吧，你懂我意思吗？啊，就是说没有很明显的气候变化。所以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报纸上面有一个报告，他说国外有一科学家找到一颗植物的化石，这个化石保养非常好，是一个横切面啊，他用定年代的方法发现这颗化石，这个上面的这个树是当时所知道最古老最古老的一棵树，但是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最古老的树啊没有年轮。那今天你如果到外面去砍一棵树的话，它一定有年轮嘛， tree rings， 对不对？这棵树没有年轮，很奇怪，这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你如果想想看啊，假如在第三天的末期已经
经由非常高等的植物包括这样的树啊，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却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你知道今天的树为什么有年轮吗？因为夏天的时候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温度也比较高，所以这个树干上面的细胞生长比较快，所以它的浓度就比较稀比较低。等到了冬天的时候，日照时间缩短，温度降低，所以生长的速度减慢，所以它的密度就比较浓。要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以后，它速度又开始长快的时候，它又密度又变成稀了，所以就稀密稀密相间，每一轮就是一年，所以叫年轮。你想想看，在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那个树因为没有很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怎么可能有年轮呢？我心里面想啊，我说发现这个树的这个科学家肯定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好好读这段圣经，他就知道解答了，对不对？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有一个相片，照这个国外的这个科学家，他我还记得他头秃秃的啊，抱着什么化石，化石蛮大的，都抱着，然后笑逐颜开。为什么？因为又可以发表一篇 high impact paper， impact paper。我们当教授就是这回事啊。好，到了第五天了。第五天呢，圣经上面说有动物出现，而且一讲动物的时候就讲到有鱼，后来还有鸟。你知道鱼跟鸟在动物的这个里面啊，算是相当高等的，比鱼跟鸟更低等的动物很多很多，但都圣经没有讲啊。再一次说明，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教科书，所以它提纲挈领讲的啊。好，化石证据完全吻合。你知道像这样子的动物，跟第三天就出现的那种高等的植物来比较的话，中间差不多相差11年。假如这些植物在第三天的末期就出现，然后这样子的动物要到第五天才出现的话，这中间的第四天很可能长到11年 1 billion years。 是不是每天都这么长？大概不是，我想这一天大概是最长的一天，第四天。好，而且化石证据，鱼类比鸟类早出现。你知道这个鱼类比鸟类早出现这件事情，不是非常非常这个好像 obvious 啊，不是很明显，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化石的证据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基因上面的证据。我们说，哎呀啊，鱼类的确是应该是比鸟类要早出现。那我心里面想，摩西怎么知道？这摩西这么聪明啊！今天的这些所有的科学的证据，他3600年前都写在这个白纸黑字上面。我们今天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并不是摩西聪明的。摩西只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上帝跟他说什么，他就规规矩矩地把它写下来。他没有说上帝跟他讲的东西 does not make sense， 把它丢掉，像我一样。到了第六天，圣经说上帝创造了高等的动物，有畜类，有兽类，这个都是哺乳类的动物，这是在动物当中最高等的了。可是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呢，又讲到一个东西，说上天是造了昆虫。我是学生物学的，我知道这个昆虫啊，应该更早出现的，不应该在这时候出现的。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我特别打电话问了一个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教授赶快把他的希伯来文字典打开了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呢，当时希伯来文，但我先用文把它写下来，它是 remes，R-E-M-E-S。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地上爬的，你知道地上爬的也不见得都是昆虫啊，
像那个蜈蚣就不是昆虫，它是在地上爬的嘛，对不对？啊，蛇也是地上爬，也不是昆虫，懂吗？但是这个字还有更好的一个意思翻译，我认为它应该是翻牛，就是会动的东西。你像昆虫这个东西啊，它有非常严谨的定义，一定是三对脚，脚是三对嘛，而且一定有这个神经节 ganglion 的这个结构。像蜜蜂啊、蚂蚁，这是昆虫。这个和我们的圣经是100年前啊，有一个 committee， 就是一个委员会啊，大概都是一些牧师啊，这些这个学圣经的学者啊来翻译。我相信这个委员会里面大概一个生物学家都没有，那犯错了。但是我们最近又有一本圣经叫做新译本，这是最近翻译的，大概差不多20年前吧翻译的啊。我打开一看，怎么还是昆虫啊？我说翻译圣经的人，说我请教请教学生物学的人嘛，对不对啊？这个很明显是翻译错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第六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啊，造了最高等的动物，像哺乳类的动物，另外上帝造了其他不动的东西，就是活物会动的东西，就这意思。那最后呢，上帝在第6天的最后的时候造了人。那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终目的，一切的创造，当下我们刚才唱的那种诗歌一样啊，那诗歌是10篇第8篇啊，里面讲的，我们人算什么？但是上帝却把这一切宇宙的创造，还有这整个太阳系、整个的地球，把它造出来，然后又造了地球上面这么多的不一样的生物，都是为了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我们人能够活得好好的。它的一切的创造目的都是为了要造人，啊，这点非常重要啊，等一下你看到过。那么一切齐全了以后，最后才造人。好了，现在讲到造人了，这个是圣经上面讲造人的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啊。我是一个教授啊，今天给大家上一课啊。在10多年前，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他们从一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些乳腺细胞来。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啊，很成熟的细胞。一般来讲，你如果把它拿下来在体外培养的时候，培养不到多久它自动死掉。但是这组科学家发现一种好的一种培养液，哎，能够持续的培养这个细胞在体外啊，它一直这样生长。然后呢，他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拿着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然后卵细胞很大嘛，就没有把它画得更大。然后呢，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细胞核拿掉，然后把这个空包架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里面的核带有2倍体的 DNA， 因为是从这个细胞来的。然后，但是它的细胞浆呢，主要是从这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它不是正常的精子卵子受精的方法出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这一组科学家失败了，听说400多次了，才有一次成功，把这样子的细胞摆到第3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这样的母羊的子宫里去，经过多次的失败，有一次成功了，这样的一个受精卵着床发育长大，最后生下来一只母羊，小母羊，取名叫高丽，我们中文翻成朵丽，朵丽羊，对，因为它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这个细胞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一个克隆。哇，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啊！羊是很高等的动物，都能克隆了，人呢？啊，是想到人能克隆啊，对不对？我那时候还记得，说如果能克隆5个乔丹，The dream team 就出来了啊！
是不是这叫梦幻队伍嘛，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刚好要打奥运啊，美国啊从来都是在打篮球这块金牌，这一定是摆在荷包里没有问题。后来就慢慢就不行了，别的国家的队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如果有五个乔丹，那肯定我们这块金牌就没有问题了啊！希望有五个乔丹，那这还算是好的了。糟糕的是什么？糟糕的有人知道说，哎呀，有人能够克隆了，那太好了。因为我现在啊年纪大了，担保将来啊不需要换个肝啊，换个肾啊。如果换别人的肝，换别人的肾啊，我都会排斥，对不对？都不好，成功机会不见得大。但是如果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这个迷你你啊，对不对？然后呢，将来如果需要换器官的时候，就把他给杀了，用他的器官给我移植。那因为是我的克隆呢，所以我绝对不会排斥，对不对？哇，你知道，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这个人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能够把他杀了给你医病？这是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克隆人的啊，人的地位要比动物要高很多。我刚才说过，上帝整个的创造他的目的就是要造人啊。我们克隆动物是可以的，因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动物，好比如说你先克隆一只猪，这只猪呢肥肉很少，瘦肉很多，它的食用价值，它的营养价值大大的升高，那么这可以的。所以动物都没有问题，但人不能够乱七八糟的小白克隆啊，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伦理学跟道德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人类克隆啊。好，那么这是啊另外一段话啊。好的，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实验？原因是因为圣经上有一段记载，上帝造的第一个人是个男的，叫做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个老婆，但上帝没有从头给他造个老婆，他怎么呢？他耶和华神使他，这个他就是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段话非常非常的奇妙，还要骨头出来造个人出来，不像天方夜谭一样啊！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啊。首先，第一件事情说是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你说我下面都还晓得这两个人结婚的啊。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啊，是那个教会的长老，那么我们呢是个学生教会啊，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结婚。有的时候女方的家长这个办这个签证呢一时来不了，所以呢就找我这个当长老呢就做一个任务，在婚礼的时候就是这个牵着这个新娘啊，从那后面这样走了前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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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走过来是吧。哎呀，我很喜欢做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走得慢一点，然后呢要保证这个新娘不要昏倒新娘紧张的不得了，一直这样发抖啊，还要笑，肯定是不会的事情。对，那我乐此不疲。对，为了这个原因呢，我还去买一套礼服啊，就是 tuxedo。对，这样子的话，这个也不要让这些年轻人去花钱啊去租礼服。后来有一天读这段圣经，哇，引他到那人跟前，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啊！我有点不爽。所以那套礼服还在我们家的柜子里面啊。有什么人如果想买一个二手货的礼服，请你跟我说啊。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你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外科手术，他拿一条肋骨出来。我以前以为拿肋骨很简单啊，就这里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请教医生，一个外科医生说不是啊，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第二，整条的肋骨粘在胸膜上，如果你要开刀要拿个肋骨出来的话，要再开刀，把胸带拿开来，
然后慢慢慢接，哇，这是好大的手术啊，不得了的事情，怪不得怎么样，使他沉睡，他就睡得全身麻醉。那我心里面想，我说怎么能够拿一条肋骨出来，就让他能够造一个女人出来。那么这个当然是，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生物学上面有一个讲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克隆，对不对？这个道理的克隆，道理的克隆呢是叫做 exact clone， 什么呢？就是说他把母羊一的细胞没有动过任何基因上面的这个改变，然后就克隆出来。所以这个道理身上的 DNA 跟那个母羊一的 DNA 是一模一样的，只要 exact clone 就完全精确的克隆，没有改变。但是同一组科学家六个月以后，他又发表一篇论文，他们说他又克隆了第二只羊，这个第二只羊啊身上有人的基因。那怎么回事？他是把这个阿法干扰素，人的阿法干扰素的基因呢摆到这个羊身上，让它在乳汁里面分泌出来。那为什么这样呢？原因是因为这个个体啊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他们做的。阿法干扰素是可以当药，今天如果你要做阿法干扰素的话，你要养细菌，然后弄一个发酵罐的话，大概会比这个楼高，但是至少有一半，很大大的发酵罐，不锈钢做的啊，然后养很多的细菌，才从这个细菌里面再提炼阿法干扰素，那么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让这个羊能够分泌阿法干扰素，在乳汁里面含量很高，浓度很高，那么就不要有发酵罐了。你要阿法干扰素的话，你养屁羊挤挤奶就完了。所以减少成本的，你懂意思吧？但是这个克隆的羊，因为它原来是没有阿法干扰素在乳汁里的，所以它经过了基因的手脚，动物手脚，这一种克隆叫做转基因克隆 ，transgenic cloning。OK， 那么很明显，上帝在这里呢做了一个克隆的实验，他用的是亚当身上的骨头的细胞作为原材料，而且一定是一个转基因克隆，对不对？因为如果是一个 exact cloning 的话，出来还是个男的，没解决问题啊。所以他一定怎么样，一定在人身体上面做了手脚。你知道我们人男人啊是一个 X 一个 Y， 对不对？女人的是两个 X， 是不是？这里又说的，所以我首先呢认为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啊，这个就不用讲了，为什么？这是这个定义嘛。啊，你如果用一个生物体上面的部分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经过基因上的一个改变，再克隆出来，就叫转基因克隆。这个是定义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去争论。那么，所以我认为夏娃的基因应该跟亚当基因很像啊，但是它的性染色一定不一样，因为夏娃是个女人嘛，对不对？啊，那么我就在想啊，这件事情姐妹们特别的关心，就是为什么上帝造的人的时候，第一个造的是男的，然后再从男人身上拿一条肋骨出来造了一个女的。如果反过来，第一个造的是个女的，然后从夏娃的身上拿一条肋骨造个男的，那这个圣经就要改写了。今天下午喜林他做的这个报告啊，上面讲的这个姐妹们要顺服你的丈夫啊，如果第一个造的是个女的，然后还找个男的，甚至就要改写了。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哇，这姐妹们就告诉我不得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但是我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你想想看啊，如果造的第一个是一个女的，这个细胞上面只有两个 X， 但是没有 Y。你要用这样的细胞去造一个男的，你必须要重新造个 Y 摆进去，对不对？
否则你不是怀疑上帝不会重新造国外吗？上帝当然可以造国外，但这不是最逻辑的造法，你懂意思吗？最逻辑的方法是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男的，又有 X 又有 Y， 你要以这样的细胞作为原材料要去克隆一个女人的话，那只要把已经有那个 Y 染色体把它拿掉，今天我们用那个聚焦的激光嘛，滋一下不到一秒钟就把一个染色体烧掉了，非常容易的啊。然后要把一个已经存在的染色体扶持一个，因为两个 X 要扶持变成两个 X， 对不对？今天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 X 染色体非常大，所以要扶持一个 X 染色体今天还有困难，但是小的染色体我们早就能扶持了，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上帝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理由啊。所以姐妹们也不要难过啊。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啊、上面讲得很清楚，后造的比较高的。安慰你们一下，你们还是顺服你们的丈夫。好，这已经讲过了，马上就得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用肋骨？我们先说好，为什么假如实在要用骨头的话，为什么用肋骨？那么这个也知道了，所以在座我知道有好几个医生啊，我们人身上面130多条骨头，大部分骨头都不能少的，但是肋骨少一根呢、啊、大概不要紧，因为我知道有人呢、啊、出过车祸，肋骨穿断，始终没有愈合啊，这快要下雨的时候就有点隐隐痛痛的啊，那基本上面还是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那么有人就问，说是亚当少了一条肋骨，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男人生下来不都少一条肋骨呢？我们就说，假如有一个人出了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也少了胳膊吗？不会吧？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的，对不对？其实不是问题。那么现在回到这里来讲啊，那么为什么要用骨头啊？你知道，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说是黄金矿，你可以随便在亚当的身上面找一个细胞当原材料克隆下来，那我的话要买一点的了不起瓜的皮吧，这样不行的话挖块肉，这个骨头要多大手术啊，对不对？为什么要用骨头啊？我们今天已经有答案了，知道了。我们人身上面呢有一种很特别的细胞，叫做 stem cell， 就是干细胞，在所有的脏器里面，好比说肝脏，肝脏里面最多的细胞是肝细胞，但是肝脏里面却有很少数的干细胞。这个干细胞啊，在肝脏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没有什么活性的，啊，基本上隐藏在哪里？但是一旦肝脏受到损伤的时候，这个干细胞就有一个先天还不知道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先把这个原因这个化学信号搞清楚，一定都难能而讲，不得了，它就开始分裂。分裂这个干细胞呢是始终维持在胚胎状态的，就它始终零碎，你懂意思吗？它胚胎状态零碎啊，那么它就开始分裂，然后呢生长生长，生长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又得到一些今天还不知道的化学信号，它就停止分裂，然后就开始分化，分化变成了成熟的干细胞。这个是干细胞的功能啊。所以干细胞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你从一个器官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你摆到另外一个器官里面去了，它会交叉分化。你要不说肝脏里面拿的干细胞，你摆到脑里面去，它就变成分化变成脑细胞，哇，这是非常不得了的。所以它可以做这种器官的这种损伤以后，它可以做这种疗伤的研究，非常火红啊！这个很多很多人研究这个干细胞啊。那我在匹兹堡的时候，
我也未能免除嘛，因为什么这个 everybody and his cousins is doing stem cell research， 所以我可以穿着 stem cell research。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用了这个干细胞是肌肉的细胞，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啊。我那个学生啊，做这个课题的学生啊，常常苦个脸来见我，我就知道要么是细胞死掉了，最常见的细胞没有死，怎么样？它分化，因为从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一分化变成肌细胞，肌肉细胞是细细长长，显微镜一看就知道它已经分化了，分化就不在胚胎状态了，你懂意思吗？不能用了，丢掉了。从头来讲，这个学生后来能毕业也是他的造化。我们今天知道干细胞它是具有最强的分化和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你知道那个朵莉啊，不是用干细胞克隆出来的，它是用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克隆出来的，所以它成功的机会非常的灵，它做了400多次才成功一次，你知道吗？啊，为什么耐族科学家会用干细胞？难道耐族科学家不晓得干细胞非常好用吗？啊，原因是在十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掌握干细胞在体外培养的这个技术。今天已经相当不错了。今天如果再从头做这个实验的话，就已经要做的比十多年前要强了。啊，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干细胞今天我们知道是最好的克隆的材料。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啊，所有的脏器都有干细胞，但是有一个脏器它里面的干细胞数量最多，它的活力也最强，你猜是哪一个脏器啊？哎呀，有人说了，就是骨髓。请问摩西怎么知道？我觉得这里是非常明显的，上帝用了骨头里面的细胞，就是骨髓嘛，做原材料，然后经过基因的改造克隆出像骨髓。上帝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生物学家。在我们中国人说是拜祖师爷啊，所以木当木匠要拜鲁班，对不对？鲁班，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生物学家克隆的也是上帝，所以在座你如果是学生物的话，你应该拜上帝啊，他是我们的祖师爷。那么他也是第一个动外科手术，所以外科医生你也要拜上帝啊，他也是第一个麻醉师啊，对不对？你如果当麻醉医生，你也应该拜上帝啊。你讲这个摩西怎么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40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在研究所里面，我学生物的课，我的老师就说，这个脏器里面一定有干细胞。我就问他，干细胞长什么样子？他说 ，I don't know， 没人见过，但是理论上讲一定有干细胞，可是我没发现。40年前还不知道，一直到20年前吧，干细胞才开始火红了，知道什么样子。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吗？是在3600年前写的，一直人类都不晓得这段圣经怎么解释的。3600年后，我们总算知道了。你看多奇妙！哦，对了。这个道理的未老先衰已经在9年前死掉了啊。它这个品种的羊啊，大概可以活差不多12、13岁，对，它死的时候才7岁还是8岁，我不记得了啊。那么为什么早夭？这只羊在2岁的时候，人家就发现这个有衰老的现象。2岁应该是很年轻的羊啊，对不对？就后来从他身上面拿了一些细胞出来，然后去化验的结果，他果然是一个老化的
一个细胞，哦，原来怎么回事？你知道那个母羊一啊，贡献它的无限细胞的时候啊，它已经六岁。那这个细胞就在体外培养了两年，所以老李克隆出来出生的时候，虽然是一个 baby 小羊啊，它的生理年龄已经八岁。后来又活了五岁。五年，然后啊，五年，反正他最后呢，他是活了十五岁，以昆虫十五岁啊，对。为什么可以比一般的羊多活几年呢？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宝贝羊嘛，他生一点病就给他吃最好的药，所以多活几年。但是还是早夭了。你知道这个我们人做的克隆实验，万万比不上上帝做。上帝做的这个克隆夏娃，圣经没有讲夏娃活几岁，但讲亚当活了几岁，亚当活了930岁，活的时间很长。但是圣经却说亚当和夏娃生儿育女直到十多代。你知道我们今天人活得长一点的话了不起，可以什么四代五代同堂，对不对？已经了不起了。他十几代同堂，你看他活多长时间。所以上帝做的实验比我们人做的实验要高明多了。好了，我刚才讲的这都是夏娃的被造化，亚当，我们回头看亚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而且我认为中间有中间步骤啊，等一下再告诉你啊。而且他很可能在最后这一步的时候是用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很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等的灵长类，他身上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转基因克隆啊，就造了亚当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亚当跟其他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的地方是亚当有灵魂。好，我们看啊，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的被造的时候，其实讲的是蛮多的。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只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等等等等，没有看到前面这几节圣经。其实前面这几节圣经非常重要，你看他说什么，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来，滋润遍地。然后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你知道这个光景吗？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开始做原材料，开始造人。你知道我刚刚说过啊，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造人，所以他一开始造第一个生命的时候，他就说是造人。你懂吗？因为他已经是说他最后的目的就是造人。这个光景很像是第三天的光景。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啊，水面下降，陆地升高了，但是温度还蛮高的，而且天上还有厚云，还没下雨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大概是耶和华神开始最早用地上的基的东西造的第一个生命，这个第一个生命很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然后经过一万年，中间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手精心的设计，把它越造越复杂，因为他要造一个很多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给最后造的能够生活。好，我们继续看啊，然后呢？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七，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俄本圣经，就是我们中文本圣经，这地方用了一个逗号。其实原文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们后来翻译圣经的人为了读得方便，就把它加上去。我自己认为啊，这个逗号这个地方应该把它变成句号，
为什么？因为这里很明显的，上帝造人的时候用了两个不同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可能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间有很多的 intermediate， 就是很多的这中间的产物啊。然后呢，最后第六天的时候，最尾巴的时候，用了转基因的方法，各种的方法造了亚当的身体。那么这个只是亚当的身体造出来的啊。然后他又说，把一个灵的东西，叫做灵的东西，摆在亚当的身上，然后他才叫做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第二步，把灵摆在亚当的身体里面，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跟第一步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在上帝所造的所有的生物当中，包括最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灵，只有人才有灵。所有亚当身上面属于物质的东西，全部都在第一步造的。然后再把这个灵摆进去的时候，这个灵就是不属于物质的，所以灵魂是没有物质的基础。有人说人类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你找到不就有物质基础了吗？对不对？这个很明显是没有物质基础，它是把物质的东西全造完了以后，然后才把灵摆进去。其实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我们人啊，这个属于物质的部分啊，跟这个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跟那个我们常常研究的小老鼠没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区别很少，跟这个细菌区别也不大。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属于物质的这一部分啊，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地方，最了不起的还是第二个是灵的。但是灵因为没有物质的基础，那我们人有灵魂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怎么证明呢？因为无神论人是不相信人有灵魂的。但是感谢主，上帝既然把灵这个东西摆在我们人里面，所以我们人呢有一些跟其他人其他再高的动物都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行为神学上面啊有不一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一，人有良心。我这里不是代表良心就是灵魂啊，良心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所以是灵魂在外面的具体的表现里面一部分。你知道人有良心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承认的，你看那个无神论的人他们也承认他有良心。为什么？你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可见他认为他有良心。这良心的人都有啊，但是良心这件事情呢，往往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这个决定是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好比说你有一天在海边走路啊，哇，波涛汹涌，有个人掉在海里，在大叫救命，马上就要灭顶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可是你转念一想，我是进化论的这个忠实性啊，这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跳下去搞不好是我死掉了。硬着心走开，还没走几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黄立夫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怎么笑呀？”你知道事过境迁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午夜梦回，想起来还难过。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了，对不对？这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常常想，我说我们人如果没有良心多好，就不会这么难过了。可是我们就有，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人会敬拜。你不管哪个种族的，你不管他到底进化还是开化了没有，都不管，他就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去拜。你知道动物里你去看看，那个最高的人那些什么佛佛啊、狒狒啊，还是什么这个猩猩啊，巧来不拜，就我们人拜。我们人追求永恒，死了就死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你还想留个名呢？
我们中国人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够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听说是曹孟德说的话，对，不知道是不是。啊，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国内来的，我跟他传福音，他说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意思说啊，你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不会信的，你不要浪费时间了，那我就不讲话了啊。后来我就听说他要买房子，那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一位姐妹，是透过他呢告诉我这个故事。后来我碰到这个国内来的这个朋友，我说听说你最近要买房子啊，你蛮挑的哦，听说都没买到啊，还在继续的叫卖。哎，他说黄教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们教会的姐妹告诉我。他说对呀、啊，那个姐妹给我介绍一个房子，那个房价也很好，那个学区啊也非常好，什么都好。那为什么不买呢？他说什么都好，就一样不好。那个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有坟墓，我心里面毛毛的。我说你不是告诉我你是100%的无神论者吗？又没有神又没有鬼的，你毛什么毛啊？他就毛，奇怪。我这里再强调一次啊，这不是讲有意识的，有意识你跟他争啊，又没有神又没有鬼的，可是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舒服。我是湖南人啊，我还是韶山人，我一个很有名的老乡。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见外国来的宾客，这个外宾呢、啊，捧他的拍他的马屁嘛，哎呀，毛主席啊，你看你身体这么好，精神这么好，哈哈大笑，闹都闹不住。要去见马克思喽，这是我们湖南话啊。这个在国外有报，在人民日报上面有报。我当时看了以后，哎呀，我说这个有语病啊。为什么？第一，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哪里看他？就算马克思能看得到，你是无神论的人呢、啊？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见马克思吗？后来我才发现呢，邓小平也讲过这话，他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哎，后来我就发现，所有讲要见马克思的人呢、啊，他级别要蛮高的，都是市井小民，也不能够随随便便说我这个要去见马克思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见面，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是有阶级的。连毛主席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而且你知道，再无神论的人呢、啊，碰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性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不由自主的，那个时候因为你不能够用大脑再去思考了、啊，里面那个潜意识一下就出来，天哪、啊，救我、啊！你无神论的人呢、啊，你叫什么天哪、啊？我传福音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碰到一个100%真正的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有。我也从来不去跟人家争辩到底有没有神。你想想看，我们人是一个有限的，上帝是无穷大，一个有限要去证明这个无穷大到底存在不存在，这岂不是荒谬吗？我从来不跟人家争辩，我只是提醒你，我们还是有神的。有神这件事情是个事实，只是我们不大认识里面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神。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神是爱我们的，他是创造我们的，希望你去认识他，从今天开始。好，我们继续。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折腾，把我们的身体造出来以后还要把一个灵魂摆进去？
灵魂干什么的？圣经上有交代，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心就是灵魂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知道神是个灵，所以神造人是想要跟人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就好像爸爸妈妈很想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一样。但是你必须要跟我们的儿子女儿要有一个办法去沟通啊。神是个灵，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灵也摆在他所爱的这个人身上，然后用灵跟灵就可以沟通了。所以他要启示人，他要把神的事情要显明在神身上的话，他就必须要把这个灵给了人，然后再把他自己显示在人的灵里面。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是耶稣说的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拜他什么意思？就是去寻找他，去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神的，那么既然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应该去认识这个神，我们应该去认识也去敬拜他。那用什么呢？不能用你的头脑啊，不能光用你的头脑，头脑还是要用，这是所谓叫诚实啊。那么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啊，你的心灵。这个英文上面说 with spirit and truth 来拜他。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只有人才有，其他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所以人的独特的地方就在这里，人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也就是在这里面，在这里。好了，这里马上就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圣经上面有家谱，亚当夏娃的儿子是他的儿子的儿子是谁？等等等等等，你如果从这样一直算下来的话，忽略这个大计的估计啊，亚当跟夏娃大概是六千年，对，一千年。这不是很久以前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家谱里面有跳代啊，记录不完全的，所以可能比六千年更早，但也大概不会超过一万年前，所以相对是近代。那为什么生物教科书上面说有北京猿人啊、山顶洞人啊，这些人呢经过地年代的方法看到他的骨头都是两万年前、三万年前甚至更早的，这怎么回事呢？怎么不准呢？啊，这个非常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山顶洞人也好，是北京猿人也好，他们只不过是高等的灵长类，他们没有灵魂，再像人也不算是人。原因是因为圣经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对人的定义不一样。生物教科书上面对人的定义是高等的灵长类，能够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等等等等，它就是 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 从人学里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你不光是要 Homo sapiens， 你还需要有灵魂。所以北京人好，山顶洞人好，再高等再下来，只要没有灵魂就不是，对上帝来说就不是。好，圣经上面说我们人类只有亚当和夏娃是我们共同的祖宗，那么为什么今天人类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种呢？有黑人，有白人，有我们黄种人，哪里来的呢？首先各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异啊，现在这个人类基因组已经解码了，对不对？小于0.04%，而且大部分的差异都在非编码区，不是在编码区，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真正的编码地区的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低的。你不要看黑人跟我们好像长得样子不一样，
皮肤的颜色决定皮肤的颜色只有一个基因，而且只有表达多少，表达多的话皮肤就黑，但表达少皮肤就淡，就这么一个差别，非常少的差别。在加州大学有一个教授叫 Alan Wilson 教授，他现在已经被转接走了。他很多年前他研究这个人种的来源，那个时候啊最流行的这一个学说是什么，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就是独立进化论。讲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球远古的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白人，然后亿万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有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黑人。那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些白人的基因溯源的话应该到溯源那只到那只白猴子，对不对？那么黑人呢应该溯源到那只黑猴子，黑猴子基因跟白猴子基因可能风马猴不相同。但是Alan Wilson 教授做的实验证明不是这样。他怎么做呢？在我们人身上面，除了核里面有 DNA， 细胞浆里面有一个细胞器叫做 mitochondria 线粒体，它里面有少量的 DNA。 我们人身上面的线粒体的 DNA 都是从妈妈来的，不管你是男的女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那个精子的头部进到卵子里面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身子上面带的那些线粒体没有进到卵细胞里去，所以在卵受精卵里面的 mitochondria 就是这个线粒体，全都是原来在卵细胞里面，就是妈妈的，懂我意思吗？爸爸没贡献的，所以叫做单性遗传啊。你如果研究遗传的话，研究核里面的 DNA 又是爸爸又是妈妈的，哎呀，非常难，非常复杂。但是你研究 mitochondria 里面的 DNA 的话，只有从妈妈来的，所以叫单性遗传，是简单的很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罗森教授看准了这一点，他就向这个美国政府申请了一大笔研究的经费，然后派他的这些研究生啊，到世界各个地方找最纯种的人种。你知道这样找纯种的白人在美国也找不到，纯种黑人也找不到，啊，都混血了。因为奥巴马也是只有50%的黑人混血，对不对？他看起来长得黑黑的，但他只有50%。啊，所以要找黑人的话，一定要到非洲去，对不对？然后找白人的话，应该要到北欧啊，小村庄啊，什么等等这样。要找黄种人呢，一定要到亚洲来。那么他就到各个地方去找，找最纯种的，然后呢，把他们的细胞来滚出来，然后提炼血里面的那个细胞里面找到的抗血 DNA。 然后那个时候啊，这个定这个序列啊，那个还是用手动的，没有机器啊，但是他这个研究生很多啊，所以他就每一个人你做这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就最后发表论文的时候，哦，共同作者一大堆啊，他们很惊讶的发现，不管哪一种人，全部所有人的腺体的 DNA 都从一个来源来，那因为是母系遗传的，当然是最高的人，知道就是夏娃。然后呢，男人也有一个 DNA 是绝对是单性遗传，为什么？这是我们的 Y 染色体。Y 染色体里面是爸爸的，因为妈妈没有 Y 染色体，也是单性遗传，所以有人做了一样的实验，结果发现一样。所有男人的 Y 染色体都是从一个男人来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人就是亚当。所以今天已经再没有人说 Independent Evolution，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男人。哇，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你知道吗？艾伦·罗森教授他现在已经死了嘛，不然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拿诺贝尔奖，这个不得了的发现。好，然后呢，我又认为最早的人的基因呢一定是非常完美的，上帝所克隆的造出来的这个一定是非常完美的啊。那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最早人都活得很长啊，我刚才说了，亚当活了930岁，他的第七代孙子叫马普萨拉，活了969岁，几乎1000岁，当然是一个世界纪录，今天没有人破这个纪录啊。你知道人如果基因非常好的话是可以活很长，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活得再长100多岁吧，很了不起了，还是死掉了。而且我们很长的人类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寿命差不多只有50来岁。那么最近为什么又活得长一点？因为这个医药卫生啊越来越进步，所以人就活得长一点，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活过这个界限。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人的基因呢千疮百孔，而且第二个原因，我认为人类最早的人类的基因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是近亲通婚，也没有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后代。那个时候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就那几个人吧，你哪里找老婆啊？而且那个时候近亲通婚也不要紧，今天如果再近亲通婚的话，那不得了啊，养出来的后代要么就是根本就长不大养不大，要么就是有缺陷的，白痴啊什么这种各种的毛病。所以上帝造的都是最好的。好了，这里讲的全都是进化创造论，对不对？回来讲讲进化论。难道这个进化论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假如进化论一无是处，我们这些搞生物学的还干什么？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图叫做进化树啊，就说这个生命呢都是从最早的时候从这底下开始啊，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经过漫长的时间，这个最近代的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呢越变越多多样化，然后这一块叫做动物，这一块叫植物，这样子。那么进化论呢，他说啊，这个所有的多样化都是随机的，就是碰巧而形成的。其实这个树的存在有很多的证据，我们基督徒也不反对。你知道这个存在，这个树的存在是 scientific facts， 懂吗？是科学上面的实在 data 数据，我们不应该反对。数据是铁的事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基因上面的一种证据，也有很多的化石的证据，等等等等。其实问题是，这些多样化还这个数的存在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 data 的 interpretation， 你懂吗？就怎么样去解释这些数据？这个解释的方法，进化论说是随机来的，随机碰撞，随机来的。我们认为不是，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手在做，而且很可能是用 transgenic cloning 的方法。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 cloner， 对不对？很可能每一步每一步，我自己认为这个时候开始，最早的时候在这里，这是第三天，然后慢慢慢慢第四天大概在这个时候，等等啊，我们通过很清楚的划界线，我们知道最后第六天的最后。但是每一步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好了，我现在再看一下，别跳过去。这个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从一个很简单的生物体，像一个单细胞，像细菌这样的生物体，经过随机的进化，随机的这个突变，然后随机的筛选，变成要像我们这么高等的人，这个几率有多大？那我当时就想做一个计算，后来我就放弃了。啊，这太困难，太复杂了。那我们搞科学的人，通常如果是一个系统非常复杂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找个简单的一个系统啊，不然的话你无从着手。所以我就当时想啊，想象在古老的地球上面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池塘，这个池塘里面呢有一些很简单的
像细菌一样的这种生物和微生物。那么在这池塘里面已经活了亿万年，在里面的这个随机的突变，有一天旁边的一个火山爆发，一下这个池塘温度一下子增高摄氏40度啊，假设啊，那我就问了，假如是一切都是随机的突变，现在有一个筛选的机会来了，请问在温度一下子升高摄氏40度这种情况之下，这池塘里面的细菌还能够存活的几率有多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啊，对不对啊？很简单的情况，我们看有多少机会。好，今天我们知道，细胞在高温的时候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变性。蛋白质是氨基酸连起来的一个很长的一个高分子，但这个高分子呢，在细胞里面不是随随便便，它是缠起来像个毛线团一样。这个毛线团，你不要看它杂乱无章啊，它学问大得很啊。当温度升高，分子震荡，这毛线团散开来了。如果这个原来的毛线团是一个酶的话，散开来的毛线团就不能催化。如果这个蛋白是一个结构蛋白，散开来的毛线团就不能够有结构的功能，这个细胞就死掉了。懂我意思吗？所以高温生存，要在高温生存的话，这毛线团就不能够散开。那要不散开的话，就要多一个化学键。我这里用二硫键代表啊，这个其他什么键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部位啊，原来是没有含硫的，现在要变成有含硫。对应的地方，也以前没有含硫的，现在要变成有含硫的，这才能变成一个二硫键啊，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个蛋白质它在基因上面对应的部位就要产生突变了，才能够变成一个含硫的氨基酸。这个我可以算算看啊，这个突变的机会有多大？今天已经知道了，在基因上面任何一点产生随机的突变，它的概率大概是10^10，这很厉害。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叫我的学生啊，我说你啊，现在是随机的啊，去筛选一个突变组出来，因为几率很低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很长的时间了，可能还筛不到，胡子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不能毕业，那你看都非常期待。那怎么办呢？这学生就赶快把这个细菌呢啊，去照照紫外光，或者丢点化学药品进去，促进它突变，懂吗？所以这个几率不是10^10，而是10^3，哎，那就高多了。但这不是达尔文说的，达尔文说是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让它自然的去突变，那就10^10了。好了，你知道这个二硫键发产生一个二硫键在这个蛋白上面，一定要产生在一个对的地方哦。如果产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分子震荡还是毛线团散开了，不管用，一定要在很对的地方才行。那这个几率怎么办？10^2到10^4啊，有个范围，要看什么样的蛋白啊，就不能够很准确。好了，好不容易在一个对的地方要变，但是在那个地方要变的话，还有20个不同的氨基酸供你选择。那刚好要变到一个含硫的氨基酸，这个几率不是很大，而且对面的那个氨基酸那个部位也要变，要变成含硫的，对不对？这个几率多少呢？大概10^4到10^5啊。好了，好不容易有一个蛋白在高温的时候毛线团不会散开的，现在知道最简单的生物体啊，里面含的蛋白的数量也是超过1000多不一样的蛋白，光一个蛋白在高温毛线团不散开，其他的全要散开，这个细菌活不了啊。所以要大部分的蛋白要同时变，这个几率肯定是比这个要更低啊。我们今天呢是算错的啊，我们今天估计用高德来算，大概10^-3、10^-4，总几率什么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的啊，因为同时要乘一嘛，这我们这个中学的数学我们就知道，所以是10^-17到10^-21，很低啊。但是有人说，王教授啊，低不要紧啊，那个池塘里面如果有10^17次方的细菌或10的
二十一次方的集群的话，总有一个讲的不错，对不对？群体数目只要够大的话，总有一个嘛，对不对？现在问题是，那个其他部门会不会有这么多细菌？你要知道，我们如果在发酵罐里面养细菌，啊，给它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它拼命长，那是可以长到十二十一次。你发酵罐有多大，对不对？那大自然的这种池塘里面，它不但在长，它也在死亡。当生长的速率跟死亡的速率相等的时候，它就得到一个动态平衡 dynamic equilibrium， 群体的数目不再增加了。一个在一个大自然的这种一个池塘里面的话，有十个九次方的细菌已经了不起了，了不起十个十次方、十个十一次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几率，对不对？那而且最糟糕的是怎么样？我今天跟大家举的例子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细菌，我还没有跟大家说我高等的生物体怎么办啊。第一，高等的生物体啊，它本身的这个要在高空生存的几率就低了。为什么？因为它很多很多的基因，懂吧？它更加的复杂，所以它要生存的机会就已经很低，要比一个细菌要低多了。这是第一。第二，更糟糕的是什么？生物体越高等的，它群体数目越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个九次方的细菌，可能只有一百条鱼啊。请问高温这个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升高摄氏四十度，这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少？我告诉你，肯定是零的。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毛线管是什么结构他也不知道，他只会在大自然上面看到一些这种结构上面的类似的东西，他就大胆的做这个假设啊。那我们今天呢，做科学的人知道啊，你如果是一个基因或者两个基因这种微小的变化的话，它是可以用这种随机的突变、随机筛选的话得到，这种叫做微进化啊，就是小规模的进化。这个有实验的证明，我们基督徒的科学家绝对不反对。但是如果你要从小的推到大，哇，要从这么简单的生物体，像细菌一样，要进化到像我们人这样的，要用随机的方法，这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你如果把一个酶，你把它的活性跟温度来检测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一个中性的，这个 bell shape 啊，一个中性的，对。然后呢，你如果筛选到一个能在高温能够生存的这样一个细菌啊，你的实验室里面筛啊，结果筛到你发现有一个这个细菌，结果你把它的酶拿下来，你也这样子做，把它的活性跟温度啊一起来研究，你就发现这个突变种啊，它的最适温度已经到了这个新的温度这里来了，那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高温还能够生存呢，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温度不变，它还是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的活性是很低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好不容易那个池塘里面变出有一个细菌，它可以在高温中能够生存，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那个火山如果不赶快爆发，池塘温度不升高起来的话，它还是原来的温度的话啊，它的活力是很低很低，它根本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细菌竞争的，你懂吗？它非死不可。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这个事？达尔文不知道，这是现代的生物化学才知道的，这是事实啊。所以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知道吗？一个，这已经没办法计算几率了。我们要做个结论。我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你知道写小说，特别是写侦探小说、写那个悬疑小说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个说法，就是在
小说开始的时候写一些情节，你读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应该讲什么东西，但是明白的性质，把这个小说读完以后回头一想，哦，原来是那个意思啊，哎呀，我有无穷，这叫伏笔，你知道吗？就你开始读的时候读不懂它，你必须要读完了才能懂，叫伏笔。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为什么？因为他3600年前他就启示摩西嘛。我们人类在这个3600年当中不懂啊，可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都懂了，这叫伏笔。那我就想，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你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许多的细节啊，细节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写得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我想啊，上帝如果启示摩西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然后就可以跳到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假如圣经是这样写的话，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影响，我们还是知道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而且第一个犯罪的是夏娃和亚当，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启示摩西，启示这么多的细节？我觉得他是给我们无神论者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原因是因为啊，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他就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人出现，这种人叫做无神论。你知道人类历史上面无神论是最近200年的事情，在这个之前，不管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都是有神的，而且这个无神论的人呢，他光相信科学，他不相信宗教。你请他来听福音，他不来；你请他来吃饭，他不来。我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啊，目前就这样的。人家请我到教会来吃饭，我知道他有阴谋，他想我信耶稣，吃他一顿饭还不好，完了我就不去。啊，这什么时代还相信这个？你知道，当我谦卑下来看圣经，我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和科学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对我的里面的冲击是多么的大。我一直以为这都是天方夜谭呐，什么时代才相信这个？对我的冲击很大很大。当我了解这个以后，我开始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我才对这本圣经呢有无比的敬意。一谦卑下来，很快就信耶稣。你知道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我最喜欢人家争论辩论，哎，你看你们信的东西都没有科学的依据，什么这个不都是进化吗？还创造什么呢？对。然后我一天到晚就是在教会里面劝人家不要信耶稣。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教会啊，是查经班，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分成两班，一班是这个基督徒的，叫做造就班，另外一班是慕道班。那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慕道，慕道就是仰慕真道的意思，对不对？我来根本不是仰慕你这个道，我为什么到教会来啊？是因为要跟我的太太、孩子们在一起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争了辩。这个有时候慕道班来的人很少，就我一个，慕道班就我一个。那我那老师谁呢？那老师是一个我们大学里面的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要跟老师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个动作下来我讲的比他多多了。这个他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学生嘛，我说你这个好不容易到美国来留学，这个正经事情不干，跑到教会里面搞这个东西，还不多多的这个到实验室里面研究一下，早点毕业啊。所以那个学生他又拙口笨舌，很有挫折感。那后来信了耶稣，
信耶稣那一天呢、啊，就我们查经班的有位姐妹就打长途电话给这位弟兄，那时候他已经回台湾了。这位弟兄在电话里面一直哭啊，一直哭啊。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如果为一位误道的朋友很有负担，真是希望他灵魂得救，常常为他祷告祷告。有一天听说这位误道朋友信耶稣了，哇，我们眼泪掉下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爱着他。我们知道这个件事有多么重要，但我相信这个学生呢，他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我就是这样，我就是需要被折服，被有个东西啊，能够让我束缚。我们这种人只相信科学，不相信福音，所以上帝预先知道，上帝爱我们才仔细的。这个启示摩西啊，是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不要光看他的字面，哦，原来这个意思啊，第四天创造这个哦，蛮有道理的，然后就看过去了。你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写给我们这些无神论人看的，字里行间你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就想起来，我现在快43年了。43年前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行李。我妈妈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她知道我要到美国的密西根州去留学。她从地图上一看，这是美国最美丽的州啊，再往北就是加拿大了。她听说那边都没人了，所以她给我装衣服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去了，听说冬天很冷啊，你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胖了，我就嫌他啰嗦，我的心早就到大陆去了，恨不得赶快飞到美国去，海阔天空任我翱翔，真的啰嗦。好了，我到美国来了，我到美国来啊，第一件事情我就问人家，我说现在是秋天，我去的时候是8月底啊。那个秋天已经这个到秋天的时候，我就问在这边呢、啊，冬天是不是很冷？他说对啊，很冷。我就发现我那些朋友们那个过冬的衣服这么厚，我一看，我从台湾带来那件过冬的衣啊，那简直太薄了。那我那朋友跟我讲，这件衣服不能过冬，这件衣服在台湾过过冬可以啊，在美国就不行。所以我只好赶快跑到那个店里面去买了一个厚的衣服。所以台湾带来的衣服自己没穿。2年以后，我有一次搬家，我想这件衣服已经穿得蛮旧的，在美国没用，我就把它想要把它丢掉。但是丢掉一件衣服，总是要收入，搞不好口袋里还有10块钱，就一收10块钱没有收到，收到一张小小的纸条。用铅笔写，我一看，我知道是我妈妈写的。利夫古尔，现在你要到美国留学，我非常的高兴。但听说你要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等等等等，就有些文字，我一看那个事情。就是我出国的前2天，我一面看一面流泪，想到那天晚上我这个不孝的孩子嫌妈妈啰嗦。你知道我妈妈不是笨蛋，妈妈晓得一个儿子嫌她啰嗦，儿子睡觉以后，我妈妈在灯下写了这些字条，然后就摆在儿子常常冬天穿那件衣服的口袋里。他也不知道儿子从来没穿过那件衣服，他以为儿子到了美国去总会穿那件衣服，就发现这个字条。哎呀，这是一张迟来的字条，我那天哭啊哭啊哭，好想我的妈，又不知道妈爱。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
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写给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一个资料。我们3600年后读懂了，上帝爱我们，上帝造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人类在上帝的门外徘徊已经很久很久了。上帝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留下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回家吧，是时候该回家了。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他要进到我们里面去。你不要忘记，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是个灵，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心里可以跟他感受，他可以感动我们，他进到我们心里面，他要做潜移默化的功夫，要改变我们。我做梦没有想到，从一个完全抵挡基督教的，到处劝人家不要信耶稣的这样的人，我今天会站在这里劝你信耶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夫妻两个人婚姻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他那时候开始去跟人家讲，哎呀，在婚姻当中要注意这个事情，注意那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的婚姻这么糟糕，你怎么去教别人？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久病成良医啊。但是我必须要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大幅度的改进。我们已经讲到了，是吧？讲到上帝怎么样改变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宝贵的，这个信仰不但保证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会跟我们的上帝在一起，今天开始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他就要改变你，他要改变你，让一天比一天更好。你可能现在的生活已经不错，但我告诉你，上帝要比这现在更好。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是一塌糊涂，你可能有忧郁症，你可能婚姻上面有很多的问题，亮红灯。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要改变你。而且你可能说，哎呀，我是一个党员，我还要回去，我不能信耶稣。不要紧，没有关系，你等一下我请你举手要信耶稣的时候，你不要举手，但我希望你能够跪后跟我来说，我可以带你信耶稣。信耶稣是毫无目的的。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叫做乃曼，这个人呢，他是今天的叙利亚，以前叫亚述帝国的一个元帅。他信主，怎么样信主的经过不重要，今天不讲。带他信主的这个人叫以利沙，他已经离开以利沙要回家了，结果走了半路，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又回来找伊丽莎。他说，我是亚述国的元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的这个主人呢、每一年都要到一个偶像庙里面去拜。他说，我身为亚述国的元帅，一定要跟他去，要去拜他。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拜别的神，这件事情耶和华神不喜悦，我怎么办？我非拜不可。你知道伊丽莎他怎么说吗？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如果是一个党员，你还可以信耶稣。你回家，你回到国内去，不要跟人家讲你信耶稣，不要紧，没关系。上帝体谅我们的有实际的软弱，有实际的问题，你还是可以信耶稣。你在心里面敬拜我们的上帝。在家里面敬拜我们的上帝，好吗？
今天晚上要感谢你。我每次讲到那张字条的故事，我心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我是一个多么不孝的人，年轻的时候不听我妈妈的话，但是我感谢你，我妈妈也是个基督徒，我爸爸以前不愿意相信耶稣，他后来得了老人痴呆症，我以为完全没有救了，就没想到他居然清醒过来，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时间他还是信了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都还是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信耶稣。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坐在这里听我这个没有用的教授说的话，你心里面是不是有感动？你如果有的话，我在这里非常恭敬的，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是一个教授，我今天在这里很恭敬的代表上帝向你呼召。你如果今天晚上有感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迎接上帝进到你的心里面来，愿意信耶稣，我保证你，耶稣要进到你的心里面去，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过得更有平安，更有喜乐。你可能对你的人生已经非常的满意，但是我保证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更满意。这件事情是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我37岁才信耶稣，我唯一后悔的就是为什么不早一点信耶稣。我们从美国来，关山万里到这个地方来，绝对不是偶然的。人生可能像一条线，你的线跟我的线今天在这里交叉，我们在这里相遇，上帝差遣我这个传道人今天晚上发出永恒的邀请，今天晚上希望你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你跟上帝讲，你说谢谢上帝，谢谢你，我今天晚上愿意做我这个永恒的决定，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上帝是个绅士，他不会强迫，他巴不得你自己情愿。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地做一个祷告，你跟主讲说，主啊，我知道你造了我，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谢谢你，你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付了这个罪的代价。今天我虽然是个罪人，但是可以迎接你这个完全圣洁的上帝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求你来，我愿意你来，我愿意把我这一生摆在你的手里，你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从今以后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圣经上面说，我们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你如果今天晚上做了这样的祷告，代表你心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但是上帝却要我们在外面要承认他。这个在第一世纪写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要喂狮子，要喂老虎了。今天我们没有这个顾虑，你如果没有这种要回国是党员这样子的顾虑的话，我很希望你今天如果你做这个决定的话，在我们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感谢你，举起来就放下。
还有没有别人？感谢主，举起来就放下来。我看到啊，还没哪一位啊，今天晚上你愿意信耶稣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是有永恒的价值。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家都还在低头的时候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好吗？让我看见以后，我要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说我感谢主，你看举过你就不要再举了啊！有没有哪一位啊？你感谢主，感谢主，你可以放下来，我看到了。还没哪一位，还没哪一位啊？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的晚上。你如果愿意的话，大家都低头祷告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把你的手举一下，表示一下？你愿意相信他，愿意跟随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好不好？还没哪一位，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一下，好吗？我们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如果还有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轻轻举一下，好吗？好，我要为刚才举手的那几位啊，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天上面的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这四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让你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去。主，我们祈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你认识。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摆在你的手里。从今以后，主啊，你是他们的主，你带着他们，你牵着他们的手往前走。主，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学业或者事业。主，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跟随着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其他。我知道今天晚上有感动的人很多，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刚才没有表示，现在没有站起来，但是我祈求你继续的感动他们。天涯海角，你借着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弟兄姐妹们，把你的爱显明在他们的面前。我巴不得他们有一天很快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作为阿爸父。主啊，我们巴不得那一天早早的来到。主，我们也祈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开这个布道会绝对不是偶然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我们也为三位音乐家能够来到我们的面前做这样的侍奉，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祝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在用音乐来荣耀你的名字。祝你祝福他们在你面前的侍奉。祝我们也祈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同工们，我们的牧师。祝你大大的祝福，你使用这些弟兄姐妹们在苗广这个地方继续的荣耀你的名字，也在这个地方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地方的盐，成为这个地方的光，在很多的华人都能够看见你的恩典，有盐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作为阿爸父。祝我们巴不得今天晚上你大大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知道我这个传道人实在是不配，今天晚上能够被你使用，我满心的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